你租车再回来呗。我这里被兄弟接过去。来，走吧。后来这都是进门。嗯。这把天吃也能吃好的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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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也不能干了，有有。这个也不能干了，这里有。哎，老婆。哪里不行？下去延吉转一圈呀。目前明天不来成。就这样直接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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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，老爽了，下次必自己开。为啥？他肯定不会让你开。那不都自己车吗？问问，等会儿下去问问，咱能自己开上吗？对。等一会儿还得吃温泉蛋。自己开吗？温泉蛋。这么简单。温泉蛋好吃，你多吃几个。哎，那流油的那种。后面还有你在后面拿手拿什么手拿没事拿了。